我的心像大鼓敲啊敲，人中得到人跳得比人高，我的未来只要我知道，坚持最后一秒。任我当了45年的野鬼，不爽就发动星际大战，命令外星还成功打地球人。他们在地球有基地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，然后在台北的底下有基地。我的脸是什么样子？我活在地球里面，他活在地球外面的那个边际，我们就在那边哈打仗。现在就是好好做自己。你现在才会这样讲，你要好好做自己。然后我每次在做自己的时候，你都一直说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我等一下要去工作，我又想去哪就去哪。我们那一天一天老，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他。我们怎么看都他还是没有办法自己生活。我看到他写给我那张纸，我的眼泪就当场我就掉下来。妈妈，你不用担心未来的事，我根本活不到成年。然后他感受力这么强，可是他就是有很多的困难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就是陪着他去度过他那个困难。宋维纯伯伯，他说我要选好的自开证。